大家好，我是后边胖子啊，我们继续来开箱。这应该是拍卖回来的一批东西啊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，里头是什么东西啊？两枚雍正啊，这是单品，这些都是我的啊，永通万国花钱。这一汤呢，没有上的啊。还有一批铜钱铜宝啊，这批铜宝40块就能卖。一半漏裂，一半不漏液啊！行吧，这批回来的大致就这么个状态啊！谢谢大家观看，行，拜拜。今天立夏要吃鸡蛋的，你把它吃了。你把它吃了。老婆怎么有仪式感？哪像你啊！我怎么了？什么都不懂。我是谁干？哎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的？啊，我不肥吗？你就觉得我苗条
这么